华语是一个小伙伴们很熟悉的歌手，但近年来在公众面前并不活跃。最近徐怀钰晒出了一组照片，他晒出的一些照片都穿着热裤，和18岁的女孩没什么不同。徐怀钰处于令人羡慕的状态，不可能看出他已经41岁了。最近徐怀钰曝光率的增加，是因为他的名字出现在选秀节目的名单上。前辈要和演艺圈的新人一起参加才艺表演，真让很多人感到意外。有网友看到节目单之后说，40岁参加节目还有必要吗？一般来说，这个年龄段的女歌手都是这样的，那样那样，都是评委级的，徐怀钰还要做选手？徐怀钰她曝光的照片看起来状态很好，但她的职业生涯多年来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。之前他的照片也被广泛流传，看得出来场地确实很简陋。不少粉丝表示心疼，不管以前的职业生涯发生了什么，徐怀钰曾经火爆娱乐圈的人可以在这个年龄重新开始参加选秀，内心也是非常强大的。小伙伴们会支持吗？曾经的一代天后会落到如今的地步，不免让人唏嘘。